盘点李泽南的那些直男行为。英雄不救美，我下不去了。你要不给我找个梯子呗？这还不成？这样吧，我教你怎么下来，你按我说的做。已经不高了。我不敢，我不敢。我来帮你。你以为他要救美了吗？也不服人家。是吧？下来了吗？案件伤人。怎么想吃鱼了？这鱼是认识你啊，还是你认识啊？怎么就你预定了？来，你给我说说。邪魅一笑，老板，哎，这鱼我不要，可是为小姐好好的补补脑。巨人门外，什么事啊？完了，我把自己锁在外面。冷眼嘲笑，男朋友呢？我乱说的。冷漠无情，哎，有关有关，我先进去一趟。果断拦住，去哪儿啊？强词夺理。不仅接不住奶茶，还拍得更高了。我的奶茶，这就是什么眼神？注意，他要开始了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先声夺人。喂，你撞到我哎！你拍我奶茶。你自己走路不看路，动还怪我喽。